晨光小语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今天我一起要来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在这章里面呢，前半段主要讲的就是有关于保罗对婚姻的看法。那在这章里面啊，在这个前半段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当中呢，我们要有看到保罗他怎么样讲到说，不信主的丈夫如果想要离婚可以吗？如果不信主的丈夫想要离婚可以吗？我们知道耶稣对离婚的教导是讲到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人是不要离婚的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又讲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丈夫想要离婚，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那这地方没有清楚的讲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问保罗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答复那我们想到可能呢他们在问保罗说结婚是好的吗那保罗呢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就讲到说，男不敬女倒好如果不结婚没有发生这种性的事情呢是比较好的意思呢就是说能够不结婚就不要结婚的意思那这个当然让我们看起来今天会觉得比较奇怪一点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归宿，能够建立美好的婚姻家庭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一开始就讲到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在当时呢教会受到的逼迫比较厉害所以呢就讲到说如果没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呢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能够专心的寻求神服侍主这样子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说退而求其次呢就是怎么样呢他说为了免淫乱的事就应当有这个婚姻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讲的淫乱指的是什么呢淫乱指的是婚外情吗其实呢英文叫做 sexual immorality, 意思就是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不管是在婚前或者是婚后那这些这个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呢都是称为淫乱为了要避免有淫乱的这种情况所以最好还是要有婚姻那这个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做法。然后呢这个婚姻里面就是应当夫妻呢要能够在房事上面彼此的配合满足但是当然也不要勉强，要互相的尊重夫妻不可彼此的亏负这指的是在这个性的需要上面然后讲到说不要分房睡除非他们都是要专心祷告那祷告这时间过了之后还是要同房免得撒旦来趁机试探他们来犯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的话呢可能就会落入试探之中了接着呢就是讲到说在第七节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一生呢都没有结婚所以他其实呢认为说大家跟他一样是最好的但是呢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每个人领受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是要结婚有些人呢是有独身的恩赐的然后呢就是讲到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如果他们像我一样就好了但是呢如果他们
这个与其欲火攻心啊，倒不如嫁娶为妙啊，为了避免试探呢、那他们还是可以嫁娶比较好一点的，那至于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呢、就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要离弃妻子、那万一是离开了、就不要再嫁、或者是 跟丈夫又重新和好了、然后呢接着就讲到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夫妻如果有一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如果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妻子、但是呢妻子、不想离开他、那这样子呢不要、离开他、不要因为、他信仰的关系而离开他。那妻子如果、有不幸的丈夫、那丈夫也愿意跟他在一起的话，也不要去离弃丈夫、那他讲到第十四节、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一方、不管是丈夫妻子，只要有一方、是信主的，那儿女呢就是洁净的、所以呢其实保罗就说那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呢其实也是成了圣洁的。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猜想啦。为什么不幸的丈夫会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呢？反之亦然啊。那可能呢就是因为丈夫跟妻子呢是一体的啊，所以呢妻子已经是圣洁了，他们既然是一体的啊，丈夫也因此成了圣洁啊，反之亦然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清楚的说明啊。然后呢第十五节讲到说，倘若呢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啊。所以呢不幸的人如果要离婚呢其实就让他离开吧啊。所以不幸的人要离婚呢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就回答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啊，就是讲到说如果在这种一个是信主一个不信主的情况之下如果不信主的那一方想要离婚是可以让他离婚的啊。那所以保罗就讲到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必拘束啊，神召我们原来是要我们和睦的啊，所以呢不要这个勉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勉强继续留他们在婚姻里面不幸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要离开，就让他们和和平平的离开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儿女也是圣洁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可能现在呢他还是有抵抗还没有受洗但是呢我们相信他们还是神要带领他们能够得救，能够成为圣洁的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也都能够来早日归主孩子们也都归主，全家得救，阿门。